你帮我弄头发。好哎、欸，今天这么有时间，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没弄好的话，海军陆战队。好好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，水星，你今天想要怎么整理？烫卷。烫什么样的卷？波浪卷。多波。随便绕一下的那种卷。不要这么上。不要不要这么上面。你在看谁的 IG 啊 ？A 老师的。你在看 A 老师的 IG？ 可是 A 老师没有来，你知道我是 Ego 吗？A 老师今天没有来，但我请 A 老师的小首席大弟子跟我一起烫，那召唤小星星。小星星是什么？管家，来小星星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。他烫的女生卷发非常好看，他刚跟我说，就是如果烫不好的话，叫海军陆战队来处理我们。我等下用星星处理你。星星是那个。好，安排。好咯，那你跟霸道总裁谁地位比较高啊？当然是我。